配了，闪呢，哎 ，yes。七夕前夕，许多天文爱好者在北京夜空观测到牛郎星和织女星之间出现了一座闪闪发光的鹊桥，这是我国的瓢虫一号卫星为七夕节送上的中国式硬核科技浪漫。七夕前夕，瓢虫一号卫星过境北京，通过点线组合的摩斯电摩斯密码发布七夕神秘祝福。卫星的闪烁轨迹连接牛郎星和织女星，在夜空中形成一座摩斯鹊桥，吸引不少天文爱好者观测，有人甚至为此蹲守数小时。一位天文爱好者表示，拍到了挺有意思的，本身我对这个星空什么的挺感兴趣，今天正好听说有这个活动，就过来拍一下，在天空中一闪一闪的，通过摩斯密码给地球上的人传递一句话，对象拿来吧你。活动负责人表示，夜空中除了能看到星星，还可以看到太空表白，我们特意在七夕前安排了一颗会自己闪的星星，也就是我们国家的瓢虫一号卫星，它是全国唯一一颗能自主闪烁的卫星，通过模拟摩斯密码用在夜空中闪烁的方式留下信息，这是我们精细安排的一个小惊喜，祝大家七夕快乐。